大家好，今天来给大家介绍太和治健康水仪的使用流程。首先准备好过滤水，在这水容器侧边有个刻线，显示最高水平线3500ml。那么在使用时，大家的水量一定不要超过这水平线。好，导入过滤水后，我们把太和治水仪盖在水容器上。这里有两种方法使用。第一，如果人在外面的话呢，可以准备 power bank 和电线启用。第二是家里的插座，把磁性电线对准磁性接口处连接，就会听到一个滴的声音。在这里有个开关触摸键按钮，在这前端是我们的 logo， 在这 logo 上面有蓝色不断的在闪耀，这意思是太和治水仪正在操作，只需要3分钟时间自动会停止。在这期间水里会有什么变化呢？把聚合结构水转化为直链型结构，提高体内细胞吸收率。第二，提高10倍抗氧化能力。第三，提升2倍抗辐射能力。第四，水粘度减低680倍。第五，具有强大抗菌杀菌作用。太和治水仪有设计不同的卡槽，大家来看，我们展示一下，非常的便捷，可以兼容不同的容器。这个太和治水仪是移动式的，比如出差、旅游、外出等等，随时随地都能带走。随时都能喝上太和治健康好水。